欢迎回来，这里是2020年 TF 家族夏季运动会的比赛现场。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的队友们闪亮登场。你好秀啊，耀文。OK， 耀文对战朱志星。Hello， it's me。第一个我就行。谁？好就行了。亚轩抽中的是于雨涵。你就双手搂着啊。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。怎么他们都能抽中小朋友啊？我也抽一个小朋友。你呢还说吗？给我看就行。赵冠宇抽中的是丁程鑫。有看头啊，这个有看头。像父亲的责骂，母亲的哭泣，永远难忘记。肯定不可能，是谁打他？苏新浩。苏新浩。你怎么不让我抽苏新浩呀？我跟谁啊？没有，你要不要来抽一个？抽一个。谁抽的？抽了谁？谁让的？不要抽到小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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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源老抽中之前抽签的人，不要抽到小人了！齐，来齐啊！小马哥对摔啊！哇哇！这是什么概率？哎，这不得！张元加油！贺峻霖对战祖航。Hello， it's me。不好意思了，加油！今天搁着180分就不让你了啊！来准备，但是在对抗开始前，我需要强调一下：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然后注意保护自己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就举手示意，我们会立马终止比赛。准备，三、二。一，开始。怎么就跑了呀？我要扑他，我就全都在前面。算分的话，需要双肩着地啊，双肩着地，单肩的不算。哎，别放水了，别放水了。还一直在，还一直在。我就怕。要不第二个真源上吧？哦哦，要不要？打个球，拒绝。休息一会儿吧。想吗？想看吗？想看吗？不想。想看吗？马哥和真源。
加油加油！三人加油！别那么激动。三，我们慢慢来，好吧？二，一，开始。哦，张真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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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张真源，张真源，我不敢来呀。张真源，张真源，上啊！张真源，来吧，老哥。张真源，你看这球。张真源，你怎么这么默契呢？张真源，慢慢来啊，不急啊。快点，别谦虚了。上，快一点，上，快！可以看到，现在还是非常和平的。没有，张真源，张真源，张真源，张紧张的样子。马家齐冲啊！张真源，马家齐上啊！我开始了，开始了 ，OK， 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真的是头很痛啊！我就。开始，快开始，开始了。张真源，慢点，谁？非常的激烈。张真源，加油！张真源，不要放弃！加油！张真源，现在两个人僵持了起来。加油！哦，想休息一下。不送。加油！啊，我们能不能气势？平常跟我们玩的时候是这样。张真源，加油！张真源，加油！张真源，加油！加油！快呀！真源获胜。哎呀！第三轮谁想来？哦，举手了。你的对手是谁？对，就是你。你的对手是谁？哦，厉害！加油！加油！开始。加油！哇，你接来了！我的妈呀！他真猛啊！哇，赵光源是挺猛的。哇，这个好激烈！那么下一个，坐，谁想上？要玩。OK， 让一下，可以加油，你这个好小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耀文获胜。好累啊！
准备好了？他们 OK。怎么这么滑呀？这个玩意儿能掉几秒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第一次打架。加油，加油！不要对口型嘛。别说什么。啊？这个还……好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他是因为现在讲故事。不了。你不留了哟。他不听你就直接过去。你要脱鞋啊？我不脱。我不跟你说，我不说。他说中心话。身体真的表情一般。看起来现在非常的和平。对弈了噻。苏醒浩试图以理服人，发现不对劲，然后以武服人。好激烈，我的妈！加油加油！哦，加油哦！哦，这个不能说。哇，好激烈这个！哇，这个手劲！我分开一下，分开一下，分开一下，分开一下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小心一点，小朋友也太猛了吧！哎，是摔跤，不是扔球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哇！这下好猛，我的妈呀！哇！小心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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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啊！幸好我们是和他不是一队。哦，冲点厉害！哦，小心！恭喜苏星浩！好的。有点意思。哇，这场真的非常激烈。准备好了吗？你是不是力气也不大？我力气很小。我也很实惠吧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那我们需要一些缠打的感觉吗？我觉得贺峻霖不一定摔得多好。加油！加油，贺峻霖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想去前面看。哇，你竟还有一点大、啊。不好意思啊。行吗？再动一动。OK。啊。那么。可以。第一轮淘汰赛结束。贺峻霖对战丁程鑫。刘耀文对战张成元。哇！哇！毫无压力啊！然后宋亚轩自动匹配苏星浩。你怎么不让我跟苏星浩打呀？我要跟他打，我太弱了，我扛不住。准备好了吗？加油！三，贺峻霖加油！二，一，开始。
哦，好吓人！何经理加油！哇、哦，这个好猛！加油！哦，哇哇哇哇！他转过来了，他转过来了。OK OK。哇！哦！再不行就算了，OK。 厉害，三二一开始。掌一出力马轰隆，大显威风，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，谁是大英雄，大英雄。射雕弯铁弓，万世声威震撼北西东，威震英雄，谁是大英雄？哦，恭喜真源。准备好了吗？OK， 三二一开始。哦哦，太极。哦，咏春。哦哦哦，小心小心。哦，好激烈。哇哦哦，哇，好激烈这个。哇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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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有一人晋级决赛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冠亚季军争夺赛是一个车轮战，也是守擂战，选出一个人上去当擂主守擂。
OK， 那么第一轮的擂主是张真源。三、二，来来来，捧起来！一，始终是要面对。开始。陈一元，加油！我觉得他俩打架，衣服都能撕了，打树上打衣服。哎呀！加油啊，张振元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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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扭打在一起，哦，非常激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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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加油，张振元！丁晨曦先倒了，哦，开始数秒，四分啊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六。OK， 那么蓝队加五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哎！哇，好激烈！我的妈！哦！哇哇哇！OK， 还有三十秒。我现在可以用我那个时间冻结吗？我要再看一会儿。太厉害了，两个人。真源守擂成功，然后继续守擂。来喝水，喝水。我不会很脏，我跟你比我很脏。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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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开始。加油啊！来呀，来呀，待会儿再休息。加油，加油！哦，非常激烈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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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送亚轩，亚轩把真源摁住了，哦！哦！哦！不是吧，小张张？小张张，怎么回事？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我让真源休息一分钟，时间冻结卡。那么现在比赛继续，加油，张远！
哇！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，亚轩！加油，亚轩！OK， 厉害！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，他是张真源。张真源，哦，真源在这一轮拿了16分，哦，厉害 ！OK， 那接下来就是亚军和季军的争夺赛。开始。最后一分钟啊，不管怎样的奇幻魔头，很简单就能刺穿你心，我能哈哈，哦哦，好激烈，我兄弟姐妹通通有绝世武功，你最好赶快找个地方躺下。哇哇哇哇哇，哦，你肯定不知道你正在困兽之斗，风和火在转转转转的哈哈，最后十秒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那我们的亚军就是丁晨曦。那么大家看到场上的道具，想必也知道接下来的项目是射击比拼。我可以使用化敌为友卡吗？我想对马哥使用化敌为友卡。哎呀，想把我换过去，因为我使用了化敌为友卡，所以说马哥现在算到我们这一队来。对，如果马哥为我们队拿到了第一名的话，我们队会加5分，然后马哥的队伍呢会加2分。哎，我真的很头痛啊！啊，这里色吗？啊，是啊，我是要在这吗？也是色啊。OK， 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比赛吧。然后先由我们蓝队来进行第一轮的试剑。拉弦拉高了一点哦。大哥，稳住啊！拖把，稳住啊！
拖把。黄队，厉害厉害，八环，厉害呀，我的哥！我怀疑马哥演我。我真的能力到不了啊。OK OK， 我们继续。那现在由张震源来射他的第一箭。蓝队拖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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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啊！没事，怎么回事？红队八环，加油！十环，十环，十环。黄队十加，幸运儿，要不偷懒就行了。我加油啊！别给自己跟着他压力啊！哎，可以可以。蓝队六环。对，八环。漂亮！哦，太猛了吧！黄队九环。哇！今天连风都拉不稳。OK， 由朱志鑫来第一轮的试箭。加油啊，随便玩玩就行，不要意思一下，意思意思意思个十环就好。蓝队八环。红队七环。漂亮，九，黄队九环，这么猛吗？厉害呀！黄队都是些射箭人才，射箭人才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因为衣服的原因？是不是因为衣服太黄了？哎，衣服是黄的，我衣服是蓝的。啊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加油，第一轮。对呀，哎对呀、啊啊。第一轮射箭。不能这样哦，要不然换他棍子。加油啊！稳着来，别急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八环八环。蓝队八环。红队六环，其实我们只要不要拖把就行了，能打到分数就行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
黄队七环。蓝队拖把。对，九环。黄队，六环。来，苏醒好，第一轮试剑。蓝队六环，是的。十环，红队拖把。黄队拖把。哦，蓝队八环。这把靠队友。拉到最本，拉到最顶上，拉到最顶上。比较高一点，比较到红色那个位置，然后拖把。红队。拖把。黄队九环。蓝队七环。红队七环。而且这个剑太晃。黄队九环。我再来一次。来，第一轮试剑。蓝队九环。
那我再往左瞄一点。红队六环。有点力。黄队拖把。没事，不要紧张。蓝队六环。红队六环，加油！加油了！黄队九环，我们黄队就打黄色。等我射十环，小宝信不信？不是还有蓝队七环。红队九环，不要慌。漂亮，就厉害。黄队九环，是跟我一样哎，四件拖把。来，贺俊霖第一次试件。蓝队八环，红队八环，黄队拖把，不是个十环。蓝队七环，还有点高啊。对呀、啊。红队。八环，加油！黄队拖把，没事，这件厉害了，有我当年的风范啊！这件。更高了，蓝队六环，哇，一看你这脚在哪里，都上运动。
同队八分。黄队拖把。我以为往十方向去了，可以可以。蓝队拖把。红队八环，加油加油！十指扶一下，十指扶一下，我上面，我上我上。黄队拖把，没事没事，我送老师。加油啊！左手放平，左手放平，左手哎，可以，往左瞄一点。没事，有点。蓝队，拖把。红队八环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八环，黄队八环，加油啊加油啊！没事，水晶线，不要太大，根本就算了呗。没事，我下面拿一点。可以，放好，放好。蓝队拖把。对，九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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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！靠位有点高啊，动嘴角，动嘴角，漂亮，十环，黄队十环。OK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发挥一下我重在参与的精神，虽然我手受伤了，但是我有我的兄弟，我的左膀右臂，好吧，来吧，你先，那我先吧，我在右边帮你拿一只，插反了，白的在外面，白的，哎，白的在外面，白的在外面。拖把，拖把。
吧？我就不试了吧，你直接来。昨天我蓝队可以再尝试一次。蓝队拖把，可以碰嘴角，嘴角，嘴角，对，好，可以，标准的放，标准十环，加油！哇！还要拿吗？黄队八环。黄队七环，黄队八环。你先说可不可以，不能就不能说你再换成刚刚那样。蓝队六环，是不是还有一件啊？还有一件。来，整整整整。蓝队九环，欢迎大家回到2020 TF 家族夏日运动会的后台直击现场了。那么我们下午场就直接让我们来打探 TF 家族成员们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想请问，作为 A 队的成员，您觉得自己目前哪个项目发挥的最好？发挥的最好的应该还是趣味接力。发挥的最不好的呢？我有发挥不好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自信呢？因为我不自信，我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干嘛？我来参加运动会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组拿第一？但通过之前的比赛，我们发现您多少有一点消极比赛的态度，请问是为什么呢？是否对本届运动会有极大的不满？你要说不满啊，它肯定是有。就像那个玩水的时候，给我们组写错字儿，还是写少了一个字儿，似乎。你说这能不满吗？这能不消极一下吗？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个也太不严肃了吧？还公平公正公开，瞧瞧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东西。那据说赛前 A 队想要买通裁判，结果因为买不起一包辣条被拒，请问这件事是否属实？是因为被拒所以说才消极应战？那个买通裁判呢，你要向我们组的有关人员请做出回答。就是我们组的有关人员才知道呢。就我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是因为心中有愧吗？不是，还可以买通裁判啊，早说嘛，辣条我给他寄一车来不就好了吗？OK，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。不用去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两个人在干嘛呢？要走要啊。请问 C 队的两位队长，据内部人员透露，A 队某队员和 C 队某队员存在跨队之间的道不清的，有18弯九连环千转百回扑朔迷离七七惨惨兮兮的复杂关系。那我想请问两位队长，
据说是 C 队某位成员主动的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是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是我们跟别人联盟一次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。没有吧？你们这个你们是什么队啊？你们是什么队？你们不是 A 队吗？没有啊，我是炸不炸 TV 的金牌记者 ，AKA 人间小王。你是什么队啊 ？AKA 这个。我是 A 队，那为什么不做出回答呢？你们俩？我们跟你我做出回答了。我们首先，我们先可能澄清一下啊，我们没有跟别人一起了，就算有关系也是哥哥跟弟弟的关系。对，我们是哥哥，但是 C 队队长，那别就不是我们俩，但是已经不是你们。待会儿我们去问问他们吧。那作为队长的你们对队员的关系如此的不清楚，是不是你们作为队长的失职呢？也不是吧，不是，主要是我们都办得很开啊，我们都是那种比较自觉的人，我们对我们的队员非常信任，我们已经到了那种地步了。OK， 谢谢你，客气，客气。本届大赛将跳跳糖纳入了最新国际赛事违禁药品名单。根据本台的内部消息，据说您队内有队友涉嫌食用跳跳糖，不是？请问您是否有所耳闻呢？没有跳跳糖，怪，这是彩虹糖。对此，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？好吃，彩虹糖好吃。此外，比赛进行到现在，请问您觉得哪一队会变成你们最终夺冠的最大威胁呢？啊，这个问题，宋亚轩，没有。李耀文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他夺不了冠军，我相信，还不一定。是因为你们吃了跳跳糖，所以会觉得自己更加有精力，所以说一定有自信能拿到冠军，所以说就觉得没有危险吗？说得太好了，没见过这么会说话的，您太会说话了，所以说你们是否服用了这个糖？没有，彩虹糖。OK，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这里是虽然手受伤，但依然帅气的金牌主持人 ，AKA 人间小王子严浩翔，来自炸不炸 TV。